六月，小手掌厨。谁说小朋友不会做菜？谁说孩子们不懂料理？透过他们亲手烹饪的菜肴，与您分享背后的生命故事。啊，我的孙子那么小小，我来吃一块看看，煎得好漂亮。阅读时光，文学是创作的源头。你不要过来哦，我不喜欢爱情。想象是阅读的翅膀。啊，你对不着时代呢。透过影像为文学发声，陪你重读经典时光。双螺旋，一群疾病管制的专家，在冰天雪地的实验室里，面对无人能解的病毒，他们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？六月，请锁定公视 HD 频道。